想到一道。对对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小香港经典美后竞选呢，会在11月16号星期六晚上7点。对，然后是在豫园中学的大礼堂。嗯，要穿什么呢？穿星光闪闪的礼服，嗯，或者是晚装。对，到时见。